真危险的。 他那个抓是赚到，我想要赌那个，我是开那个的，好像你手动是没法用，他那个等着，但是好像我觉得他很棒，他不应该也不会。 啊，就这样送一颗。 来啊，大菜！ 开了魔了吗？ 恭喜你！ 刚我没看哦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刚刚那个中间68被骗不进以后就影响很大。
那通常还在硬皮，刚刚就是一直。他那个好像是。对对对。这个等级，他这样不用怕了。哇，这局长！啊，不，有看到。没有。哦，踩到头。老掉了，一气之间白了房。他那走位的走得很漂亮，他是在雷二打不了的地方。这控制变说前进又要去怕被那个射击，我不爽。然后雷二又没办法在原地。不行哦！那 Q 加那个 Boss 都超级的，后面就很难说了。那超彩就先领先，到后面被打飞到了，中了一个集体咒，这是。我
这个左边达到呢。双方都直接一个大的，这个转下去发票，但是发的太慢了，然后被火烧火帅了。有回得来吗？大了一个大病以后，脚撑不住了，这是很棒的走位，他那个走位是完全雷二后面。这个像是用雷二的时候在想，哦，真的，因为这个内容。看他的配。哎呀，为了看那个没有防御，已经站得很远的说。哇，破盾！他其实也是现在扯。哦，他想要存的，哎，没有，他不会耗魔，不然以为他是要那个用掉魔后，然后再耗那个波顿。哦，这次没有受到，太可惜了。后来就进入到真正的 start。哦，那不能搞游戏。这个火直接被吸个废了，这个是。虽然说是勇者，不过看似好像有点大势已去的感觉。完蛋哦！刚刚我觉得应该拿大的，这个觉得是以出这么多来说，不应该拿简单的费。如果拿个大的，然后推高费，可以。哎，现在是双 buff。勇者还有一口气在说 ：“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” 追踪的，追踪的。